你去圣塔莫尼卡。我根本不会讲英文啊！广告界的最高荣誉，竟由菜鸟担任评审。这真的是英文课吗？穿这样去当评审，螳螂拳。请你假扮我老婆，死都不要。原来他必须执行一件非比的任务。如果这支广告没有得奖，你就准备被开除好了。七夫木聪、北川景子，这可是一场战争，无论如何一定要通过预审。一场大奖争夺战即将引爆，菜鸟评审员，未来电影台热情上映。